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啾啾鞋。现在这个社群网络发达年代啊，许多人都喜欢上传自己的照片嘛。在上传之前呢，稍微秀一下图，也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。那其实原本在专业的摄影领域里面呢，有修过图的照片才算真正完成了一件摄影作品哦。所以修图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好奇怪的啦。但有时候修过头，那真的是可以完全变成不同一个人的啊！有些网美网帅还真的可以完全靠修图就制造出来，不管你长怎样，修图之后呢，都可以变成俊男美女，或至少主流审美下的俊男美女啊！但是这些人的噩梦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。Adobe 没错，之前本业就是做影像后制软体的公司呢，居然要自己来做一面照妖镜，要把那些靠修图的人通通打回原形啊！他们这个软体啊，不只可以辨识出一张人脸照片有没有修过图，还能知道修的多重，甚至还能够还原出接近原始未修图的照片哦。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讲到辨识图片的深度学习演算法，你就会想到，没错，就之前介绍过的 CNN 卷积神经网路啦。那所谓的卷积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把一张图片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来看。所以呢 ，CNN 的特色就是它特别擅长感知图片的局部特征，所以这特别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辨认是否有修图的任务。那训练一个神经网络，首先就需要大量的资料嘛，所以他们先找来了一堆人脸的照片，然后特别呢帮 Photoshop 写一个小程式，那它可以自行随机的去用异化的功能来修图。那异化就是在修图当中最常见的，可以帮你把眼睛放大啦、脸变小啦、胸部变大这个功能啦，就这样子自动产生出许多相较于原始人脸照片的修图版照片啦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资料喂给神经网络去跑咯。让他在跑的过程当中可以学到说，一张照片经过修图之后会有哪些地方被移动过。那这样子训练完成之后呢，他就知道说，修图过的照片会有怎样的特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去随机给他原始照和修图照，看他能够辨认出哪张有修，哪张没修。结果他们训练出这个演算法真的超强，相较于人类来判断一张图有没有修过呢，这个准确率只有 53.5%， 只比乱猜稍微高一点点啦。那这个演算法就可以做到 99.4% 的判断准确率哦，完全碾压人类啊。那能够判断出是否有修图之后呢，再来就是要能够反推出原始照片的样子嘛。这边同样也是先用原始照跟修图照来做训练哦。他们先让演算法学习一下侦测两张照片之间的光流场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酷，但简单来说就是去比对一下两张图片中各个区块，他们是怎么从原始图片的位置移动到修图后的位置的。那演算法学会之后呢，再来就是只给他修图后的照片哦，让他逆向反推，也就是把每个被移动的区块重新归位，来产生出原始的照片出来。这个实验结果呢，虽然说不能够完美的100%还原出原始的照片啦，但相较于修图过后的照片呢，跟原始照已经非常接近哦。以下就给大家看一些例子。但我们把原始照跟修图照交替显示，然后是原始照跟还原照交替显示。我们再看一些例子，原始照跟修图照交替，原始照跟还原照交替，原始照跟修图照交替。原始照跟还原照交替，原始照跟修图照交替，原始照跟还原照交替，原始照跟修图照交替，原始照跟还原照交替。原始照跟修图照交替，原始照跟还原照交替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超厉害的啊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做成 App， 然后对外开放给大家使用，那真的很多人会崩溃，那修半天直接被打回原形啊！那我自己是觉得，像这种特别设计来辨认出一张图片有没有经过修改的软体啊，它长远来讲，真正的实用价值应该是用来辨认一张图片有没有经过恶意的修改。什么叫恶意修图呢？比如说特别修一张图来制造出一个假新闻这种情况，或者是像前几天 D 卡上面很红一篇文章提到的一个修图软体哦，它可以把女生的泳装照修成裸体的样子。对，我就不讲软体名称了啦。麦当劳欢乐颂，像这种不太恰当的修图呢，就可以用这种软体来辨识出来。我觉得这才是这种软体长远以来真正要实现的价值。但我觉得这东西如果最后真的向大众开放的话，应该大多数人第一时间还是想要把它拿来当照妖镜玩吧。
好，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赞、订阅、铃铛、银霜框框都别忘喽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